翻译人您好，中新社记者提问。我们关注到2023年全国政协创新开展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，受到广泛好评。可否请翻译人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活动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效？谢谢。谢谢你的提问。一年来共开展了近2500项服务为民活动，积极回应民之关切，反映社情民意，解决急难愁盼问题，广泛凝聚共识，同时也从群众中汲取智慧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扎实举措。一是聚焦经济社会热点，为群众办实事、解难题；二是聚焦关键小事，让百姓可感可及；三是聚焦讲好政策，广泛凝聚共识。2024年，全国政协将继续聚焦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，持续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，着力为群众排忧解难，扎实办好有利群众的实事，为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积极发挥作用。